等下，什么叫做风格好牙签？你是说很吴先生吗？不有线。话说，你要不要跟你的 Mr. Hope say hello 啊？不有线。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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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哦哦。哎呦，所以最后我们要到这个房间，是不是？可是第五个，这什么鬼啦？那三小，你们刚好看到吗？那什么东西？哎呦，它速度越来越快嘞！这什么鬼？啊，在这里，看来安全了。可是好像有什么火在烧的声音呢？有哎，真的有哎。有什么东西烧欸？这时候要唱歌了吗？火在烧，倒车会有不好。哎呦 ，shit！ 啊，那些陷阱不见了，我们要跑应该很方便的，没问题啦。那应该拿、什么东西？你不要以为我眼瞎哦。我刚刚明明就看到有一个鬼影在前面，真的很多那种。那种小孩阿飘有没有？你不跟我玩，那你就去死吧！一堆都往这样子。好啦，目前轻轻松松。当我没说那首声音，好像是有人叫他名字。或者说你一捅，你有办法解决他吗？就一捅解决得了吗？你被解决还差不多吧。嗨嗨，晚上好！今天的风格好牙签，卢卡斯的玩命游戏。等下，什么叫做风格好牙签？你是说很吴先生吗？不有线。啊！那你要做噩梦吵醒他们是 Molly 第四章 Molly。来，我们来到第四章节，其实章节速度蛮快的。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一直看到他们呢？现在要找那个 Molly 跟 Isis， 然后我们的 Mr. Hobbs 在那边装作一副不关我的事哦，我很乖哦，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脸，他的脸超级无辜哎！我说真的，没有，我不想找他们了，我先走了，我先走了，谁理你们去死啊？再见，我要走了，我看看这边还有没有藏什么硬币之类的。欸，你们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啊？是跟踪我啊 ？You put Mr. Hop in the kitchen last night and got me in trouble. What? That wasn't me. 那不是我。Why would I go anywhere near Mr. Hop when I have Miss Bow? Are you sure you weren't just sleepwalking? You know, maybe if you didn't act like such a princess and tried to be nice. 他们三个真的很喜欢聚在一起吵架。怎样？你在讲什么？他讲的什么？等一下，我刚刚在那边思考，所以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你必须要过去道歉，你最好过去说声对不起。那刚刚该不会是说有点类似说你就是因为这样才没有朋友之类的吧？哈，你好带种哦！你怎么敢跟一个公主病患者讲这种话、啊？嗨嗨 ，anybody see Molly? Billy? 太过傲娇，对啊。If you get my ball back from the storage room, Miss Beverly confiscated it. Are you serious?You know we're not allowed in that part of the house. Well, I guess you don't want to know where Molly is then. Okay, fine. 这个小家伙居然敢威胁我们啊！他还不知道威胁到的是谁吗？他现在要把那个这个叫 Billy 的球拿回来。靠！真的不是个好主意。茉莉再怎么跑就跑那几个房间，我们再过去看一下就好了。院长借我推一下哦。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那石膏像就很想推。这边有一封信，好像在讲说，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小朋友失去了他们的家人，然后什么的。然后这一所孤儿院吧，是在1600年，就17世纪的时候所建成的。嗯，这边算是他们的小镇的黑暗历史。
什么意思？哦 shit！ 看你的视线范围那么好哦，那 Billy 啊，你视野太好了吧？啊，那是啥鬼啊？掉了吗？看掉了，还没有，还没看，还可以。A new girl called D has just joined us， 有个叫 D 的女孩要加入我们啦。Don't allow the American boy to have a football， 不准让那个美国小孩有足球。Kick it around the indoor， 在室内也不能，就是不要让他在室内踢球就对了。你觉得我会理你吗，老太婆 ？Shit。Oh shit！ 啊哦，这样不太妙。Esther，Esther， 嗯，好像去掉，真的不太妙，好难哦。这个游戏怎么比我想象，这真的是恐怖游戏耶，会一直让你卡在同一关的恐怖游戏耶。What the fuck, man？ 靠腰嘞呀！看，又有那个黑影。为什么 Mr. Hope 先生你又在这了？刚刚那个是 bug 吗？我不知道哎、欸。我觉得那应该不是 bug， 他可能就是要逃到他的视线外，然后你再默默推椅子这样子。啊，我想看看我可不可以拿到这一个，因为如果刚刚那招是可行的话，那我或许拿到这金币。可以哦，可以哦。我们刚好看到哦 ，shit， 我在干嘛？可以可以可以，我要重推一招、啊、算了算了，金币以后有空再拿，而且金币也不知道要干嘛。唉，话说你要不要跟你的 Mr. Hope say hello 啊？哦哟 ，Oh shit！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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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That wasn't real. It couldn't have been real. I just need some sleep. I just need some sleep. 演技好子却是聋子，对啊。Hey, you got my ball. Yeah, I got your ball. Please tell me where Molly is now. Well, I don't actually know for certain. What? What? But if I know Molly, she is probably in the second floor bedroom, east wing. Thank you. I guess.谢谢了，我猜。结果你不知道，你就叫我们帮你拿东西。你现在配塔了你哦。刚刚说是在二楼嘛，对不对？啊，这里吗 ？Hello, Morning。哎，不对，为什么是 Miss Ball？ 他怎么会自己一个待着 ？Hi, Mo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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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re you? Where the fuck are you？ 哦，你在这。Have you seen Molly？ 我是 D。The whispering.Evil rhymes these halls. There's something among us. 有东西在猎杀他们，有些找他们。这个好像是新来的，对不对 ？D，
然后他说有什么邪恶的东西在墙后面，是不是？啊，其实我也不是听得很懂。我们讲得很清楚，我听得很模糊。好，现在换另外一个人不见了。For goodness sake, we know that Molly and Isaac are hiding somewhere, and they wi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ly. Now, stop your worrying and get to bed. 结果现在他两个朋友通通失踪了，两个朋友完全跑不见踪影，所以他跑去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对此的反应是。啊，他们现在一定躲在哪里啦？你现在给我停止你的担心，然后滚回去睡你的觉，真的是很讨厌。所以现在我们是要回去睡觉。Oh shit！ 不是吧？现在连 Easter 的那一个都来了，继 Mr. Hope 之后，其他人也来了，是不是？来，趁现在我们可以吵，赶快吵，睡觉吧。The loop， loop 是轮回吗？就是循环，对不对？又是这个梦，我们怎么又来啦？啊，这个不知道可以干嘛，按什么？耶 ！Oh shit！ 他说灯木，然后我就死掉了。这意思是不要动，是不是？好，很好，他看不到我，他看不到我 ，nice。哎，怎么了 ？Too loud, try again。熊猫，对啊，不要动。所以他们是以声音来辨识，那你们眼睛来装饰用，是不是？刚刚是三角形，然后这回是 X。对对对，喝水。现在是三个娃娃都出来了。三角形 X， 然后这是菱形。我们的眼睛是不是真的是装饰用的？这个要用到啊，菱形在很前面呢，白痴哦！第一个是三角形，三角形，然后再来是叉叉嘛，然后这个是菱形，再来正方形。哇，这个、完全在拖慢我们的时间呢！哦 ，Come on， serious， 那提高难度哎。然后那只老虎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忘记了。Oh shit， 屁啦！这样被看到，我要重来。God， 我刚刚奇怪。我刚刚以为我成功欸，我想说他不是缩回去了吗？我等他缩回去才动的啊。大家都好辛苦啊。有时候到底是 ……Oh shit！ 他不是缩回去了，他不是缩回去了吗？屁嘞！啊，等下我不要冒险，我很怕我现在走过去，他也会给我判定就是。好，我解开了魔盒机关了，可以。跌倒会不会地震？会，相信我，绝对会地震。但仅限于我们这层楼，好不好？啊，可以走了吧？可以，我拿到金币了，有啊，有金币，有奖赏就好了。可以，开心。有金币耶！怎么门都锁了？我要过去吗？嗯，我以为刚刚有什么东西在看我。啊，门都锁了，是在干嘛、啊？这个 ？What？ 啊？怎么了？为什么我会回来这里？这边我认得啊，刚刚我才经过啊。这个声音，哦不，霍普先生来了。我们现在在轮回耶，
就如他刚刚说的 loop 轮回呢哦 ，loop 不是 loop。哎呦，这可以进来？他想骗我？还好我每一间都给他按一下按一下。还想骗啊？先叫你个巴拉。应该错觉，我觉得好不好都为什么你在晃了啦？在这边呢 ，Follow me， can I say no？ 我可以不要吗 ？Follow your mother， 你们这些妈妈的晚餐，哎，换了，这个图片换了，刚刚原本是一个女孩，现在换成一个应该是奶奶，奶奶带那个孙女的感觉。但是不想我就搞死你，对啊。然后这边好像也都有一些变化，你应该是不会拔刀吧，武士先生？武士先生，你应该是要保护我们的吧，对不对 ？Holy shit！ 是一个小女孩，然后跑去找一个恶魔吗？看起来有点像异手龙哎、欸，这个异手龙是不是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那一个序章还是第一章节的时候有出现的那一个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靠近一个地方，然后还有出现一个像一手的东西。完，其实走到 VR 被右边的突然僵尸吓了一跳，绿色。所以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故事吗 ？Down here, oh shit！ 下来这里是不是？不过我可以确定的事情是，现阶段这边走是安全的。我是又听到拳头的音，然后好像那个小女孩似乎是拿一条项链，有六颗珍珠的项链去跟那个异手龙做交易。这边开始有陷阱了，是哇！越来越危险了。哦，这小女孩她的特征是黑发，然后带着六颗珍珠的项链。黑发有这个人吗 ？You are perfect， 你是最完美的。然后你还给我特地上下颠倒，哎，好可爱哦。他特地把整个场景上下颠倒了，你应该不会突然拔剑啦，武士先生。然后这位是那个小女孩，跟恶魔做交易的小女孩，好像被一个女士下令去哪边。这个部分我看不太懂，前面都还可以看图说故事。Oh shit！ Can I say no？ 哦、oh!。Holy shit！ 这个是刚刚指着那个小女孩叫她过去的那一个，哎，是吧？看起来蛮像的，你看有没有像？根本是同一个啊 ！She deserved， deserved， 什么意思？她同意吗？在这之后玩的时候，刷房子之前会先拿炸弹把门炸开。虽然说看图说故事啊，那英文真的很破，要怎么说啦？我以为我可以耶、欸，我真的以为刚才我可以，你知道吗？那个修女眼睛是刚刚那一个是眼睛没了，没有错。她是不是他们这里的修女？我不知道。看服装穿着比较还蛮像的啦，然后那个女生被上吊了，是被当巫女上吊吗？因为她与恶魔做交易的事情被知道吗？嗯，好，那请问这些到底关她什么事？我们做了什么意思啊？等他们把她烧掉了，上吊又把她烧掉。等下要有绳子挂我了，是不是？那你们可能要跑快一点哦，不然我会绕跑哦。